好，感谢主。那前面我已经提到就是前几天那一位德高望重的牧者给了我一些经文啊，他说他在祷告当中他给我一些经文，他说牧师，这些经文是我有感动要对你说的，上帝要借着这些经文来鼓励到你。那当他给我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非常震撼，我非常非常的震撼，我感受到这是目前中国教会的恩典教会的写照，也是跟我们教会走过来的路程是很类似的。那这个经文在哪里呢？我们来打开撒母耳记上2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这段圣经的背景是在讲什么呢？你知道大卫当他受膏之后，跟我说，大卫是受膏者，大卫是被神拣选的。那当他被神拣选受膏之后，大卫并没有马上坐上王位啊，中间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大卫受尽了试炼，大卫也受尽了考验。你知道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但大卫已经是受膏者，但是那个国度还没有建立，大卫还没有正式做王。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圣经记载了一些事情啊，那起初跟随大卫的都是哪一些人？在那个阶段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第二节，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那你知道起先跟随大卫的这些人有什么特征呢？受窘迫的，然后呢欠债的，然后呢心里苦恼的，都是有问题的人，心里苦恼的，抑郁症患者，精神病的啊，各种问题的，欠债的，很落魄的啊，各种捆绑的，窘迫的，各种捆绑的，这些人都被吸引过来聚集到大卫那里啊，要跟随大卫。其实如果你看另外一节经文呢，不只是有这三类的人，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还有什么恶人和匪类也被吸引过来了。圣经说的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30章22节，这里再一次提到还有一些人是哪些人呢？跟随大卫的人中的恶人和匪类，哇，恶人还有什么匪类、土匪都过来跟随大卫了。所以大卫起初跟随的那一些人是这样子一个景况的人。那这位德高望重的牧者告诉我，他说恩典的复兴已经开始了。你知道当恩典的复兴、恩典的浪潮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教会都是在快速的增长当中。过去的两三年，我们的教会翻了多少倍，我们的教会正在以快速暴增的方式在增长。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增长的过程当中，除了有一些原来没有信主现在信主得救的这一类的人，在我们教会其实占的数量也是不少的。我们教会很多刚信主的人，还有一些原来不聚会的找到了教会来到我们的教会，还有一些因为被恩典开启了来到我们的教会。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人，相当一部分的人本来在律法之下身上就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很多人本来来到这里都是带着问题来的，你知道吗？本来就是不正常的人，本来就是各种捆绑，本来就是很压制的人，本来就是各种精神问题的人。这些人来到教会，你知道这位牧者提醒我说，小明牧师，当你在用人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让你教会的人需要经过时间先沉淀下来。他还是这一句话，跟刚才谢老师讲的一样，宁缺毋滥，因为这些人到最后会带来麻烦，会带来一些问题。感谢主，过去的几年我一直在学功课，我已经看走眼很多回了。我觉得我比较大胆，我也比较谨慎，但是毕竟我也在成长，我不是圣灵，圣灵不会错的，但人还是会错，人有时候还是会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所以我也一直强调说，来到这个教会不是牧师不用你，而是需要一个时间来证明你自己。阿们吗？所以我也再一次告诫所有看视频以及听录音的啊，刚刚建立恩典教会的一些牧者、一些传道人，你一定要记得，
当恩典复兴的时候，现在很多人来到你的教会，其实都是内心不稳定的，都是很多波动的，或者说在原来教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受到很大的挫折，来到你的教会，你需要让他先领受神的话语，先安息下来，沉淀下来，慢慢的再用这些人。然后你知道吗？大卫也是一个在成长中的一个人嘛，对不对？虽然这些人最后跟随大卫的人都成了精兵，都成了神国的勇士，很多都是精兵和勇士，最后都改变了。大卫真的是有神的能力恩膏在他身上，在牧养这些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些人你知道吗，跟随大卫的时候也是很热情的，但是当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些人也是翻脸跟翻书一样的。你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些。那你知道那个牧者就给我这一段经文啊，我非常感动的。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30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当挑战来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30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很大的鼓励我，我也希望能够鼓励到很多的牧者。我们来看30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几乎是一个被神恩膏的人，几乎是一个神所呼召的人，几乎是上帝呼召你建立教会，但也不代表着说不会遇到问题，但也不代表着说不会有挑战，问题挑战一定是有的。所以大卫也遇到了仇敌的攻击，敌人开始攻击他，甚至攻破了那个城池，甚至掳去了大卫的一些人一些财物。我们来看第二节，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第三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第四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都掳去了。挑战问题来了。第六节，大卫甚是焦急，看来大卫有时候也不安息啊，人嘛总需要成长嘛，所以牧师有时候忧虑失眠也是很正常，成长。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为那些问题苦恼，问题出现了嘛，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哇，大卫收留这些人呢，都是有问题的，被遗弃的这些人呢，大卫收留这些人呢。可是你知道当遇到挑战的时候，当没有达到这些人，没有达到他们的心意的时候，反应是什么？要用石头开始什么？打大卫，开始攻击他了。那你知道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依靠神，依靠神，心里坚固。所以这段经文，当这位牧者把这些经文给我的时候，我非常的受感动。突然之间感觉到神在对我们的教会说话。当然我们的教会情况是还是非常好的啊。那神也在提醒我说，本身很多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是不奇怪的啊。所以教会弟兄姊妹其实都是在成长。当他给我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在提醒我用人方面的谨慎，不要轻易的把教会的平台给一些人，因为你不了解他，因为他还没有经过考验。这就是为什么刚刚建立教会的时候牧师会比较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之前只能自己先做。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正在以快速的成长，上帝让我们的教会少走很多冤枉路，阿们吗？上帝亲自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阿们。那今天晚上呢，我要讲的另外一个层面，刚才上面的这段信息是免费大放送啊，引言。今天我要讲的另外一方面的信息就是，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说旧约是影儿，新约是什么？实体。旧约是隐藏的，新约是显明的。其实旧约很多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其实耶稣基督是隐藏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说约瑟，旧约的约瑟
我们过去也讲过这些信息，约瑟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对不对？那今天同样，旧约还有一个人物是常常用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就是大卫 David， 跟我说大卫。换一句话说，大卫就是我们今天属天的耶稣基督。下面我会要让你来看大卫他是怎么样来建立这个国度，那些人是怎么样来跟随大卫，大卫用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些人。今天我们会看到说，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该怎么样用正确的态度来回应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服侍耶稣基督，这是我今天晚上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所以大卫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3章，那整个撒母耳记下23章呢，它是在记载了大卫的勇士，跟我说记载了大卫的勇士。从第八节开始啊，就开始讲大卫勇士的名字，一直到23章的最后一节，大卫的勇士哦，都记在下面。第八节的啊，就开始说大卫的勇士记在下面。今天别忘了，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委身耶稣的人，有一天在天国的纪念册上也会写下耶稣基督的精兵名字记在下面。第一位刘东光，第二位谢长老啊，第三位阿花，第四位阿翠。那这一章的圣经很有意思，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学习啊。大卫的勇士当中其实是分等次的，请跟我说分等次的，有最尊贵的，也有不是太尊贵的，也尊贵，也有一般般的，也有只是提一下名字，还有一些曾经跟随过大卫的人甚至连名都没有被提起。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因信称义，所有的人是一样的，你的身份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已经被拯救，我们已经是义人，神已经不再定我们的罪，罪得赦免，因信称义，不在律法之下，我们都是神所爱的，耶稣的爱，全部的爱都已经到了我们的身上，所有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你知道吗，到了天堂上层次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常常说有人管五座城，有人管十座城，对不对？圣经常常提到说有人仅仅得救，有人却是丰丰富富。同样都是信耶稣，天堂上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同样都是信耶稣，得的赏赐是不一样的。这个取决于你的今生为谁而活，取决于你的今生为耶稣做了什么。所以请听好，你得救因信称义，你的身份大家都是一样的，但你得的赏赐得的奖赏却跟你的行为有关，却跟你的动机有关。阿们吗？所以在大卫的勇士里面，接下来你会看到是分层次的，分等级的，在天国的纪念册上也是分层次的，也是分等级的。那有人说，牧师，我希望我有一天是耶稣称赞的，在天堂里我的层次是极高极高的，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你需要听这个教导，阿们吗？这是接下来很重要的信息。那我们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细节，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被称为，有的被称为是最尊贵的，上帝特别的表扬他，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好吗？迫不及待了，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好不好？第八节开始，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记住哦，记在最前面的一般都是最厉害的，对不对？我们来看啊，他革蒙人约瑟巴色，又称伊斯尼人亚底挪，这个人叫约瑟巴色，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亚底挪，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死击杀了800人。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一敌800啊，这个武功盖世啊，对不对啊？降龙十八掌啊。这是第一个人哦，叫什么呢？约瑟巴色亚底挪。继续看下来第九节，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第二个勇士叫以利亚撒。这个人做了什么呢？曾经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第十节，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捻住刀把，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这个人也是个英雄啊，厉害。这是第二个了啊，第二个叫以利亚撒。第三个11节，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撒玛。跟我说撒玛。这个人做了什么呢？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众人都逃跑了，众人都惧怕，但这个人站住了，这个人刚强壮胆。弟兄姊妹，许多人逃跑，唯独他留守阵地，神当然注意到他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做了什么呢？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里提到三个人很厉害。13节继续看下来，那这三个人虽然武功盖世，做了那么多大能的事情，但是他被记在前面却不是因为他做了那么多大能的事情。等一下你会看到还有一些其他的勇士也是杀敌无数啊，摧城拔寨，但是名字却没有记载在前面，有的只是记载在中间，甚至有的记载在末位。还有一位，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人，但他的名字却没有在这个纪念册里，因为他动机有问题，因为他动机不纯。如果一个人动机不纯，激活他做很大的事工，激活他打着恩典的旗号，在神的眼中上帝不会纪念他的。激活他叫人得到了医治，但他的动机是不纯的，最后我会跟你来分享啊。那这三个人之所以被记载在前面被提名，不是因为他能力很大，当然能力是很大，其实还是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来看，继续来看下来，我们从13节开始啊。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法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你知道伯利恒那个时候被非利士人给抢占了，但伯利恒却是大卫的家乡。大卫是一个情感色彩很浓的一个人，经常思念故乡啊。大卫的感情色彩是很浓的。我们来看15节，大卫怎么说呢？大卫有一个想法，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旁，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大卫却不肯喝啊，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大卫被感动到了，大卫说，耶和华啊，这三个人冒着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其实这三个勇士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满足了大卫的心愿，他在意的是国王的心，所以他是以大卫的心为心，他甚至是顾念大卫的感受。今天如果你以耶稣的心为心，如果你专注的是耶稣基督，今天你的焦点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做任何的事情，这是上帝最喜欢的。那你继续读下来啊，你看这三个勇士是这样的。那你继续看下来呢，我们来看第18节。那在讲18节之前，我再说一下，这三个勇士能够去伯利恒城门那里打水，那个时候被非利士人已经霸占了，不是因为大卫的要求，大卫没有命令他这么做，是他们自愿的，他们甘心乐意，他们心里想要满足大卫的心愿，所以才去这么做的，这不是要求，明白吗？阿们吗？所以这三个人是谁呢？约瑟、巴瑟、以利亚撒，还有一个是撒玛。刚才已经读到这三个人，那你继续看下来，勇士很多的啊。18节，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是这三个勇士里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这三个勇士里得了名。19节，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这里讲到一个人是谁，亚比塞也是勇士，这是另外三个人啊。注意前面三个勇士，一个杀了800，对不对？一个站在那个红豆的田里面，对不对？这三个勇士为大卫到城门口取水，排在最前面，前面三个勇士。这里又出现另外三个勇士了，这另外三个勇士呢，首领是亚比塞，
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干掉三百个。但是圣经说这个人这么厉害，来看十九节，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第二批的三个勇士里最尊贵的，所以他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哇，这个人这么厉害耶，看他的武功应该是跟以利亚撒和撒玛差不多，可是这两个人却被排在第二梯队里面，进不了第一梯队，明白吗？今天我会告诉你，今天服侍神也是有三个梯队。第一个梯队，第一个等次，你服侍神是为了满足耶稣的心，你是为了讨耶稣喜悦，你是为耶稣而做的，你是以耶稣的心为心，这个是第一等。第二等呢，只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事工而服侍。所以后三个勇士，他们有在帮大卫建立国度，他们有杀败敌军，他们有在服侍，但他们不及前三个勇士，是他们不知道以耶稣的心为心。今天你也看到很多传道人很努力很拼命，当然他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啊，他的动机也是为了国度，所以他总是会提到说神的国度复兴，城市复兴，以色列复兴，哈利路亚，多少灵魂得救，他一切都是为了复兴啊，所有的一切确实是为了复兴而做的。所以大卫的国度当中许多的勇士确实是为了国度在服侍，在打仗，为了建立国度，动机是没有问题，但是只排在第二等次，因为你只是在做工，你只是在服侍，当然这也算还好。第三等，等一下你会知道的，就是为了自己，动机是错的，这种是上帝不会纪念的。阿们吗？你继续看下来好不好？继续看下来啊。那我们刚才已经读到十九节，读完了第二批的三个勇士当中的首领是谁？亚比塞嘛。然后还有谁呢？二十节，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到坑里杀了一个狮子。哇，这个人很厉害，在坑里杀了一个狮子，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二十节说比拿雅，跟我说比拿雅。这里提到第二批当中三个勇士中的第二个是谁？比拿雅，下雪的时候在坑里杀了一个狮子，在坑里是很艰难的，居然把狮子给干掉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寒风呼啸，对不对？然后你突然之间听到那个坑里面有打斗的声音，各种嚎叫的声音，一会儿之后停了，战斗已经结束了，有一个人可能爬了出来，头发飘逸，嘴巴上都是血，全身都是沾满了血，不过是狮子的血，不是他的血。他站了起来，然后就拿起他手里的武器走了。是个勇士啊，把狮子都干掉。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是就好像一头牛一样，很会服侍，很忠心，也有恩高，真的一直在服侍神。但是他不如前三个勇士，他不知道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他不知道回到耶稣的面前，不知道大卫国王的心是什么。所以第二批的人在事工里表现是很卓越的，但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因为前三个勇士爱大卫，委身于大卫，前三个勇士是委身于基督，爱基督。记得服侍神有不同的层次的，一种人是因为爱基督，委身于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愿意服侍。另外一种人呢，基督不重要，我反正就是喜欢做，为神做，好也挺好的，但不如前一类的人。然后你圣经继续读下来啊，这一章包括24节提到30个勇士里面有其他的人，什么约押的兄弟亚撒黑等等等等等等，读到39节，看39节，这些人都是在委身事工的人，但他们不明白大卫的心意是什么。39节甚至提到赫人乌利亚共有37个人，这些人都是做工为神国度拼搏渴望复兴的人，但这只是第二类。记住哦，一等是为了大卫的心愿而做，他们晓得大卫的心愿，
他们爱大卫。第二等，只是爱国度，爱事工。第三等，我要告诉你是谁呢？其实在大卫所有的勇士里面，如果你读整个大卫前面的传记，有一个人是很厉害的，但是这个人的名字却没有在这份勇士的名单里，很诧异。我过去很多年读到这里我都读不明白，也就是说天国纪念册里没有这个人。他的名字有被提起，但只是一个参考，是为了提别人才提起他。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跟我说，约押。约押其实是军队的首领，是元帅，他曾经为大卫吹尘拔寨，这个人是有很大的功劳。他是一位名人，很会打仗的一个大将军元帅，很厉害，确实是帮大卫建立国度的这一件事情上他是功不可没的。但是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被提起。约押在哪里呢？约押到底在哪里？他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为什么没有被提起他的名字？甚至你知道吗，连约押的兄弟都有被提起。约押的名字在这份名单里面有被提起，但是提起的目的不是为了说约押，而是说另外一个人。我们来看，比如说撒母耳记下23章18节，约押的名字有被提起。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但只是一个参考，不是在讲他。甚至你知道吗，约押的拿兵器的人都有被提起。我们来看23章的37节，亚蒙人喜乐，比卢人拿哈来是给希鲁雅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为什么约押没有？这么厉害的一个人，哎，哇，牧师啊，你知道吗，他的恩典在中国影响力也很大，哎，哇，又有一些恩典，很有影响力啊，他还讲恩典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是需要思考的，但上帝不一定认同的。有时候哇，这么伟大的伟人啊，那么有恩赐，哎，哇，做那么大的事工，哎，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看待，但是我的圣经告诉我，我在约押这里看到为什么约押在天国纪念册里面没有。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你读前面的故事，你会发现约押的态度是非常悖逆的。约押其实不听大卫的，他是为了服侍自己的利益，服侍自己的动机。你知道约押杀了两个人，一个是杀了亚撒龙，当他知道大卫爱亚撒龙的时候，他把亚撒龙干掉了。大卫的命令是不可以杀亚撒龙，可是还是把他杀掉了。另外约押杀了一个人，叫谁？叫亚玛撒。这个人是扫罗那边的继承下来的元帅，但是约押把他杀了。大卫说不可以杀他，约押还是把他杀了。你知道吗，约押杀了亚玛撒的目的是怕失去元帅的位置。其实约押是有私心的，约押的动机是不对的。约押虽然很优秀，约押虽然在吹尘拔寨，约押确实在为国度做出一些贡献，但约押的动机是什么？今天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人，你在这个教会那么热心，你的动机是什么？为了引起一些人注意好推销你的产品呢，还是说你为了一些什么建立一种关系呢，还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或者说你在教会这么热心，你到底是为了钱呢，为了名呢，为了利呢？在社会上混不到什么领导，来教会也当一个领导，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还有人在教会这么热心，老喜欢站在台上，因为呢他没结婚，他要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看看有没有人愿者上钩，愿者上钩。这个目的是很重要的，你为了什么？如果你为了名，如果为了利，如果为了利益，不好意思，你可能那个事工确实还在做，有一点影响力，但是在神的眼中，天国纪念册上是没有他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神，今天晚上所有服侍的同工，包括我自己，经常要为自己的动机来反思。这是在讲恩典福音，这不是在讲律法，这是在讲旧约。大卫就是属天的耶稣基督的预表，今天我们都是在跟随大卫，跟随耶稣。你是为了耶稣的心得到满足，你是因为爱耶稣而做呢，还是说第二等只是为了国度而做，混口饭吃而做？全职同工们，为了在这里拿薪水而服侍吗？相信不是啊，肯定吗？但我们需要思考啊，我们常常需要思考，我是为什么服侍啊？
我为什么愿意带孩子啊？我为什么愿意做小组长啊？什么好处都没捞到，反而被这个抱怨，被那个抱怨，这里受伤，那里受伤。为什么需要花时间啊？我为什么愿意为教会做这么多？有人还不一定满意啊，不一定领情啊。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动机，错误的动机而做，那不会被纪念的。如果你为了国度而做，你也会很累，也是很遗憾的。神要你为了耶稣而做，是因为爱耶稣，回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前三个勇士是最尊贵的，是因为他知道耶稣的心，他在爱耶稣。阿们吗？那今天我要告诉你，最后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当你的心向着国王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的心向着大卫，向着耶稣的时候，你最终的成就也一定是会大过其他的人的。阿们吗？你不用担心事工。所以我从新造回来之后，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我觉得我需要安息啊，我需要更多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坐在他的脚前领受。我不需要担心我做太多，当然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安息是先领受，先来到耶稣的面前，先领受他的爱，先摸着耶稣的心意，然后在圣灵的引导下再做，果效会事半功倍。阿们。我认为我过去我不存在动机问题，如果我有动机问题，我不需要来到这个城市这么辛苦，起先的时候就一个人在这里打拼，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子，我可以很安逸的选择一些教会。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动机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确实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是为了事工在服事，所以没有那么严重，但我也需要经常被提醒，因为人容易会忘，人容易只看到眼前。所以好不好，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位小组长，每一位同工，我们今天需要再次回到这个信息里面。你不需要担心的，假如你的心是向着耶稣，如同玛利亚的心一样，在安息当中先专注在耶稣身上，最后你一定会成就更大的事情。你回到撒母耳记下，我们再回到23章好不好，我们看到第八节，这个约瑟巴，对不对？另外一个名字叫亚底挪，他是多么的爱大卫，他是因为爱大卫，他是时刻关注大卫的心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你先爱耶稣，在神的面前，耶稣的面前领受，你知道他的服事有没有果效呢？果效也很大，一时杀了800人。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去杀人，因为旧约的圣经是要带出属灵的教训。当你先更多的时间专注在耶稣的身上，来到耶稣的脚前领受，你会医治更多的人，你会拯救更多的灵魂。所以给牧师放假，教会会发展得更快。哈利路亚，阿们。需要被调整了。所以有人问平约瑟牧师说，你这么忙你还去度假？他说，就是因为教会太大了，我得赶紧度假，因为我不能被事工淹没，我要专注在耶稣的身上。哈利路亚，阿们。玛利亚先在耶稣的脚前领受，结果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是所有的妇女羡慕的事，玛利亚提前把香膏膏在了耶稣的身上，他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先做了正确的事，你知道吗？当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很多有爱心的妇女拿着洗发水沐浴露，不，拿着真拿达香膏什么墨药就过来要膏耶稣的身体，可是发现耶稣已经不见了，耶稣已经升天了，他没有机会再把膏油倒在耶稣身上了，你知道吗？玛利亚在耶稣还没有死的时候先把膏油倒在耶稣的身上，最尊贵的先给了耶稣。所以耶稣说到普天下去都要纪念这个女人向我所做的，她做了一件美事，极有效率的一件美事。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担心你的工作，不需要担心你的家庭，不需要担心你的婚姻，不需要过多的担心你的外在，好不好？今天鼓励你，圣经告诉你，先更多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专注在耶稣的脚前，来到这个教会不要先想着服事，来到这个教会先想着领受安息专注。哈利路亚，我也应该讲讲这些道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吗？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14到15节，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什么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设立12个门徒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他们去传道吗？不是，传道是对的，赶鬼是对的，医病是对的，做工没有问题，但一定有一个前提，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这是一个前提。
你不是为了服侍而服侍，阿们吗？你要先跟耶稣同在，领受安息，然后神会带领你去做的。哈利路亚。诗篇105篇第四节，那当代译本是这样翻译啊，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时常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都渴望神的能力，对不对？但是你先来寻求他的面，你先爱耶稣，能力不会缺的。所以第一个勇士，他所有的焦点都是在大卫的身上，但他的效率没有低啊，他杀了800个敌人，他果效是更强的。我还没结束，还有下一段更给力的，我们来打开哥林多后书5章第9节。其实你知道吗，在新约圣经你经常会读到类似的词语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到，跟我说喜悦，跟我说主所喜悦的，主称赞，主赏赐，这些经文有没有读到，这些词有没有读到，经常有读到，对不对？主喜悦的人，对不对？主所称赞的，主称赞他，主赏赐他，得到主的赏赐，赏赐是大的，类似的经文在新约是不是经常读到？今天我要告诉你，从恩典福音的角度告诉你，这些和你的身份是无关的，你已经因信称义了，大家都一样，但是却和你的行为有关，却和你的动机有关。阿们吗？所以今生你的动机，你的行为会影响你的永恒，你得多少赏赐。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3章6到第8节，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保罗是一个使徒栽种，亚波罗是一个圣经教师，是浇灌的，每个人的分工不一样，对不对？然后第7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第8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得赏赐。所以在教会你有正确的动机，你愿意投入到服事，你会得赏赐的。现在我要讲最后一段圣经作为今天晚上的总结，罗马书16章，从第1节一直到15节。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牧师，教会那么多的人，或者说全世界那么多的教会，上帝要关注的人太多了，那上帝会不会关注我？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或者说上帝是否真的在乎谁在哪里服事？牧师啊，我觉得我能讲到的，可是你却派我去打扫那个洗手间的卫生，然后呢你又极其不愿意，但是你又刚刚听了一篇顺服的道，然后呢你还是去了，然后你心里在想说，上帝是否真的在意我现在在打扫卫生啊，我应该是千里马呀，可惜小兵站着讲台拿着话筒不放啊，我没机会讲到呀，我还是打扫卫生啊。或者你认为你很有才啊，可是你现在做的是你不愿意的，跟你心里是有差距的，是有落差的，那你会有一个问题说，神是否真的在乎我现在在哪里服侍呢？或者说这个人是接待同工，那个人是招待的，那个人是财务同工，那个人只是师班的一个小成员，那个人只是主日学带一下一个孩子，那个人只是接送车队里面做一下开车接待，神是否在乎他们的名字？上帝在教会记住的是不是都是牧师轰轰烈烈的讲道，而我们这些无名小卒，上帝会挂念吗？上帝会看见吗？我从来没有讲道，我也从来没有在人面前做了什么，我只是默默地做这些事情，打一下经文而已。说你呢，姐妹，上帝是否会看到呢？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同样都是打扫卫生，那个姐妹，牧师在的时候嘛，扫两下，牧师不在就画画一样，画两下，早早的就回家了。而我呢，这么满头大汗，辛辛苦苦擦得干干净净，上帝是否在意我服事的投入程度？一个是我服侍上帝在意不在意，我做的这些微不足道的事在人看来，第二是我投入的服侍程度，上帝会在意吗？那我要告诉你，答案是圣经绝对没有多余的啊。那我们来看罗马书16章从第1节到15节，这里罗列了一连串的名字，我相信这是天国纪念册里面的其中一页，天国是有纪念册的，这是其中的一点点，上帝把天国的秘密先泄露一点点，让你知道一下在地上该怎么活。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第1节开始，这里上帝罗列了一连串被他纪念的一些名字啊。我们先从第1节开始，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
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她问候的第一个人是谁？菲比。保罗首先在问候菲比，菲比是个姐妹。哇，第二节继续说啊，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神不会忘记你所做的服事。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菲比这个人的名字不断的被提及，这个人是忠心服事神，是还是一个姐妹，所以没有问题，你是姐妹，上帝要使用你，阿们吗？第三节，问百基拉、亚居拉安。其实这是一对夫妇，你知道在婚姻里面亚居拉在前面，可是在事工里面提到百基拉在前面，也就是说百基拉是姐妹，亚居拉是弟兄。在婚姻里面的次序，男人是头，但是在服事的事工当中，女人可以比男人做得更好，女人可以更有影响力，像什么乔伊斯麦啊，什么都是姐妹，对吧？凯撒琳库尔曼啊，都是姐妹。女人可以做董事长，女人可以做省长，女人甚至可以做总理，做首相，阿们吗？女人还可以做花木兰。所以你知道吗，教会是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的，只是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男人是头，姐妹要尊重先生，但是在事工里面，女人的能力可以完全比男人更大，在职场在教会的事工一样的，阿们吗？然后你继续来看下来哈，第四节继续来看，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这个人很爱他的牧师啊，对吧？然后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然后这个人是恩待保罗，可能也曾经帮助过保罗。我们来看第五节，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一直在讲名字，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第六节，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多受劳苦，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形容词，多受这个字说明他受劳苦的程度，圣灵全然是知道的，圣灵全然会注意到。你扫地只是画画一样，画两下走人，还是很认真的完成最后才走人，上帝都是知道的，圣经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他说劳苦就是劳苦，多受劳苦就是多受劳苦，格外的多受劳苦就是更加的受劳苦，像我们的谢长老格外多受劳苦，好吗？继续，因着时间关系，我们直接看到第十节，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这里特别提到说，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呢？这里看到几个字没有？跟我说试验。为何要写这个人经过试验呢？这段经文在强调的不是我们蒙恩的身份，而是强调他的个人表现以及他服侍神的态度和动机已经经过试验。阿们吗？大家都是因信称义，但是服侍神的动机是需要被试验的。上天堂没有问题，但是你在教会服侍也是需要被试验的。你要想要得到神的称赞，神所亲爱的，神所最喜悦的，你想要达到神的心意是需要被试验的，需要被考验的，阿们吗？只是过去我们一直在讲恩典的一些另外一些角度，还没有讲到这个领域。其实服事是要检查你的动机的，神不是要定你的罪，但是你的动机不对，神是不被纪念，不纪念你的，神也没有办法把更大的任务放在你身上来委任于你，是没有办法的，好吗？继续来看，直接看十二节，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撒士安。这里讲到两个人是什么？又问为主劳苦，跟我说为主劳苦。这两个人也是为主劳苦的。然后你继续看，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注意哦，看到一个对比，为主劳苦和为主多受劳苦有没有层次上的区别？所以对你旁边说，上帝知道你付出的程度，上帝知道你忠心的程度，上帝知道你摆上的程度，阿们。这里甚至讲到说什么，讲到其他的人都是问谁安问谁安问谁安，这里特别提到说问可亲爱为主。哇，可亲爱的层次更加密切一些。我相信父母如果有10个孩子，每一个他都爱，
就像上帝的儿女，耶稣都已经为你死了。但是十个孩子中一定有父母特别喜欢的，一定会有一些孩子说的话做的事是父母的心特别得到安慰的，一定是会有的。同样都是神的儿女，同样都是服侍神的人，你可以更加的讨主的喜悦，阿们吗？你可以更加的让耶稣的心得到满足，哈利路亚，阿们吗？所以神完全清楚你投入的程度，荣耀归给耶稣。今天晚上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还是有一些感动没有结束，好吗？我们一点点时间，我还是有一些圣灵的感动，我们需要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上帝已经看到了你，他已经看到了，他拣选了你，他知道你的名字，他知道你所做的一切，他知道你，他知道你做的每一句的祷告，他看到你为着他的家，为着那一些有负担的事情祷告的时候流的每一滴的眼泪。上帝要来安慰你，上帝都知道。上帝说，孩子，你是我所最爱的。上帝说，孩子，在有一些事情上你做得很棒，我喜悦你。上帝说，孩子，我都看见了那些你为我所做的。可能有一些事情，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一些感动，我们中间有人在有一些事情上你是有很大的损失的，在人看来你是不聪明的，你完全可以夺回属于你的某一些属于你的一些东西，但是还是因为很多的原因，因为主，你选择了放弃，你选择了忍耐，你选择了爱，选择了包容和接纳。上帝都已经看到了，上帝说，我看到了你，我喜悦你。上帝说，我要擦干你的眼泪，我要擦干你的眼泪。我们中间，我感受到我们中间有人就在之前你受了很大的冤屈，你受了很大的冤枉，有很多东西错误的搞在了你的身上，你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上帝说，孩子，我都已经看见了，我都已经看见了，我要擦干你的眼泪，我要擦干你的眼泪。这些年你的忠心我都已经看见了，你这一路走过来我都已经看见了，是我在拣选你，我会抬举你的，我会抬举你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上帝的爱要浇灌下来，上帝要来医治你，上帝要来医治你，哈利路亚，上帝要来医治你，上帝要抚平你受伤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叙利亚拉拉拉。就在现在，圣灵的医治修复要在你的身上，这个医治修复要在你的身上，你只要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好不好，弟兄姊妹，最后的时间我还有一个感动，我们一起举起手来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请听好，这个教会我们看到有神美好的旨意在这个教会身上，这个教会会成为千万人的祝福，我们需要一起为着这个教会来祷告，为着这个教会所有服侍的同工弟兄姊妹来祷告，神的恩典在这个教会运行。我们知道上帝在这个教会当中要成就的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意料到的，神要成就他伟大的事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吗？我们一起来，奉主的名，所有魔鬼撒旦的谎言都要离开，搅扰都要离开，攻击都要离开，欺骗都要离开，上帝要祝福你，为了这个教会，你要记得是神带领你来到这个教会，你不是为了某一个人在这个教会，你是为了神来到这个教会，神把你带到这个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哈利路亚，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西里亚啦啦啦啦啦啦，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
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同工们我们一起来吧，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我们跟教会一起前进，我们跟着神给我们的意象，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使命。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好不好，从头再来，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神的复兴已经领导了，神的复兴已经开始了，你死愁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盛，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单身望中国的丝绸，让生命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一起来举手来祷告，为着你的小组来祷告，为着你的牧区来祷告，为着你的教会来祷告，沙啦啦啦啦啦啦啦，最卑微事情的人，上帝纪念他们，上帝知道他们多受劳苦，上帝知道他们为神的家所做的一切，我们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爱耶稣，深爱这位属天的大卫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满足他的心，我们一切都是愿意为他而做，
因为爱耶稣，我们愿意爱他所设立的教会，因为爱耶稣，我们愿意做一切的事情。主啊，感谢你把这篇道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主啊，把这个教导扎根在我们的灵里面，主啊，让我们经常问自己，我们是否在照着耶稣的心意做。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赐下复兴在这个教会，赐下同心合一的灵在这个教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教会是得胜的。哈利路亚，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耶稣已经做成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